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嗯，今天小玩一下，赢吧，玩到7点半出门，耶，有好友了，感动。让火焰净化一切。我看一下天赋，点滚动陨石，然后法术格挡，然后熔岩之力，每集中一名，下一次会提高15%，最高提高到75%，好像有跟动哎，然后都会点晕眩的，除非是像永恒战场那种。有固定线路的推进方式，不然这要很费。因为他，我们只要把那个战场拉到线路外就好了，他就少一个大招了。哎，博文晚安，不是晚安，可以给护盾。被击晕的时候会有抗性。哦，这保命能力不错哎，被击晕的时候有抗性。镜头爆炸，然后就一个，应该是会选静置的隐没。哦，这可以丢2次哎，只要很帅，但是没有那么强。看一下我们是排寒服还是？跟干爹组个吗？好啊，你上线就好啦。有没有加聂宝这个频道的？佳佳，安安你好，ID 什么？给我 ID。他是近战刺客，但是招式一招远，两招近，然后还可以放队友。就看到线没冲到，鸡掰！啊，热热热热！安安你好。耶，有辅助了！我在 Breezercon 是玩一流，Q 流没试过。杀死小兵提高30点伤害，杀死30个后会提高120点，所以 Q 会多120。火中送炭。这之后会获得一个主动技能，然后会减伤25%。哦，这是 W 爆炸伤害变1倍。如果 Q
命中至少两名英雄的话，可以恢复十点法力。十一多久？四秒。四秒配这个，就变两秒。先三排，很久没玩了，我怕被虐。没有最近吧，最近只有兔头家，应该是七八月会比较多。欸，超靠北的，我那个 YouTube 影片啊。我随便 po 一个开箱影片，为什么会破万呢、啊？很奇怪、欸，很奇怪、欸，大家都爱看开箱，真的很奇怪、欸。看那个明明龙哥教学班就很好看啊，然后那么低，然后开个箱子就那么多人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还是大家比较喜欢看那个山上优雅、啊，对不对？回锅一天，因为我只剩一天可以玩。兄弟走了，兄弟排不到。这是我今年最后一次玩银霸了，因为下礼拜要去关了，顺便解个任务。这次大概开个100箱就差不多满。没有，我这次等很久了。我从 Blizzard Con 玩过之后，我就觉得这只角色很好玩，等超久的。虽然它的 E 不好控制啊，但是 W 跟 Q 都蛮简易的，放队友卖队友，然后大学晕眩又很简单，但是好像要排蛮久的。几天而已，今年最后一次玩英霸了。好了，明天可能还会玩一下。明天有人要请我吃饭，然后晚上可以玩，大概七八点吧。然后礼拜六我要下台中了，下台中参加婚礼，别人的。然后礼拜天是预约别人看电影。也是在台中，所以回来可能会晚一点。哼哼，几天也差很多哦，十多天哎。拍不到，哎呦，有黑牛哎、欸、，carry， 我任务还没解完，你看那个，好想要鬼面哦，这样起码我练元素的时候会比较开心一点。跳黑沙是什么、啊？我查一下。
好像没有哎。全天晚安，午安，午安。去宜兰冬令营，然后再去个童万节，发现童万节没有开，因为冬天。嗯，去个罗东夜市逛一下，然后就回来了，坐个客运什么的。哦哦哦，黑色沙漠靠北哦，我以为跳黑沙是一个传统，有当兵的传统。黑色沙漠现在精英封测，我又没序号。第二个我顶多玩个明天而已，我可以等他公测的时候玩啊。有没有序号啊？叫出来我就玩。可是他的职业好少哦，职业四个，他可以挑女男女啊，因为我看有个职业叫魔女，可是魔女就没有男的，真奇怪。然后狂战士又太丑了，游侠又是母的，母的不错，母的不错。另外一个是什么骑士哦？我今天黑色沙漠人小旺。2499封测包，哇操，这么丢！至少可以买到短暂的快乐，后来就觉得练功游戏很无聊，就不玩了。排得有点久哎、欸，我去当个炉石好了，我记得大乱都开了。开服一年前追踪，有这就不是饥饿行销了，就是序号真的就是那么少。大城市很热闹吧？还蛮热闹的耶。OK， 嗯哼，我任务是法师，法师啊，不能挑、哦，夹击神之战，不知道玩什么 ，Fever 机。不要，我不敢再抽了。我上次抽 Fever 机啊，然后第 step 七是那个限定随机一只嘛，然后我抽到那个蓝色的叫什么哼哼什么的，很烂，超干的，就花很多时间去抽那连签100，然后我再掏个2000，然后就抽，然后一只限定角，一只强的限定角都没抽到。联邦必须保护大自然，我会以荣耀。哦，他就是要我们玩新牌的意思哦。哇，骑手超强，是三角。那算了算了算了，我是不知道末日愿者加一加一要干嘛啦。哦，亨佩尔难的。好吧，没有，我想玩台服啊。台服聘比较好。哼，夹击森是我的才对。一菲要想那么久，我，你知道要动这把刀，它喷出来的是那个原始的龙，超帅的。一费把那个翠玉塑像丢进去也是错的，因为仔细想嘛，你把三张一费的牌丢在你牌组里面拖节奏要干嘛？就是这、就是很浪费的事情，对不对？
哦，你说黑色沙漠的韩服？哦，我问你说英巴的，我看哦，我们排了六分钟，可以打两场炉石。难免会有意外了。快叫兄弟，赋予你手中的手下加五，快到了。我差不多要投降喽。烦死了！加基森是玉联邦的，玉联邦是我的。是吗？我们无首党对。加基森是玉联邦的。我应该打个六场，差不多就七点了。怎么投降？我看那个对话我都觉得闷了。夹击三个月连班的，可是我没有主法师牌。警告，战场正在准备作业，建议做好战斗准备。这次不怎么缺魔，这下可好，女巫放火焰撒网，小心火焰就反噬你。哇，主 W超强！倒数计时。我在。呵呵 ，OK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收集核弹，击败你的敌人。加基森是玉联邦，现在是要偷偷的一直狂弄那个 W 到对面，然后存我的任务。这一只他的那个这条蛮难放的，你看这样放歪了。下一期也下面怎么没人？嘣！超爽！过来啊！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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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死。哎呦，怎么是韩国人？果然他的我以为是命中一次算一下，他是一个 combo 算一下，所以刚刚听到很多叮叮声。这个我被改过，哎呦，会躲呢。我有一招小加速，然后一招范围 Q， 然后主要核心是那个想想叠啦。收集核弹时，请遵守排队秩序。我先压爆下子，想叠是不是？可恶，猜错了。好，法术格挡。好，我们掩护中路。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嘣！爽！举家下路。无聊的哀燕，你说 low 的吗 ？low 的可惜啊。那个阿奇，两次重骑没有中好，然后第三次的时候重骑拿去杀人，所以四打五的时候。没有重击，在尾刀的时候被巴龙喷太多血，然后直接被灭。还是你说英霸的？不是你说那个吗？你说斗阵的吗？斗阵有比，不知道。
哎、欸，我快凑齐了哦，三九三九。星海的哀宴，我看那个 ESL 放了一段韩国选手操作影片呢，超快的，就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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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狂喷。是屌鸭下路哎！虽然我觉得这次要去多线的路了，多线内路会好一点。他只能不断的被推线，而且我还这次还不缺魔，超扯。这次应该要缺点魔才对。嗯，耶，这段应该推得掉了，他应该回家了。开始分配核弹部件位置，正在计算。好，我任务解完了，现在我这个伤害会提升。有四发核弹，先喝个水。我方失去一座堡垒。哦，坦克掩护他。可以开始收集核弹了。咚。被遇到塔下了，哎呦！作业程序完成，核弹全数部署完毕。已摧毁敌方堡垒。他和堡垒合体那招是天生技，还蛮强。伤害没有很高、哦，要慢慢来。它是 poke 性质的，因为它输出的范围蛮远，但主要输出就是这招啊 W。等一下你就知道它有多猛了。要看地图啊，死吧虫子！完了，你看热浪来了，热浪来了。队友死两个，他们被热浪弄死了。恭喜管理者，还好一个核弹，我去上路炸。核弹装填就绪。纳爵是一个锤子下来，然后中间范围晕眩三倍伤。另外一招是单一线路上面会有那个热浪，而且很痛。可那招只要大家有点观念，刻意避开的话，我觉得那招很好闪。可是有些地图是像永恒战场，要抢机制的，会刻意推一路的。我觉得那个在优势方超强，因为劣势方就只能退啊。
但就在逆风的时候反打，热浪也很强。巨人启动，核弹部署中，倒数。先炸一把。侦测到核弹发射。进度更新，核弹已部署完成，结束更新。你把炎魔服制好了。附近皆是过普通。哇，无敌！无敌喷火！要拿核弹了。生命迹象已终止。敌方英雄死亡。这次伤害应该有被调过。被调低一点。嘣！确认击杀。哦，完了，王姬那个会爆炸，可以把他自己点燃。No mana。歼灭完成。我还叫晕。啊！没有魔，糟糕，追不到，追不到，追不到。其他地方需要必须撤退。可是他在线上耗魔很低，我觉得双线只有双线的话，这只 poke 能力很强，会显得非常烦。死吧，虫子！热浪来了，热浪来了，哦呦！热浪太强，快跑！哎、欸，这件事物没有伤害，微微有。哎呦，沉默剑哦！看来了，让开！靠无敌！先拉掉，先拉掉。那上路推几波兵？你说搂了娜美啊？娜美是自身推的、啊，比较正常一点。所以他是从那个和地图的最内侧开始推，所以在有一些特殊地形或者是抢机制的时候，那招没什么屁用。你看到？得靠半条。哎呀 ，nice do 这补啊！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跟可惜大学正中心没有命中希望纳斯，周围是一倍，然后正中心是三倍，所以。打到中间的话，晕 0.5 秒，然后打1000多，很痛欸。这血还算多了，希望他是顶多2400、2500吧，搞一下都半条。核弹即将完成部署。只是逆风的时候，这一只的被动会比较明显一点，就会变那个
变一个大只的拉格纳鲁斯。我要去拿下面。可以收集核弹了。滚出我的国度，虫子们！啊，这样有什么屁用的、啊？核弹收集完毕，正在装填核弹。我直接炸下路了。敌人已发射核弹。嘟嘟嘟。侦测到核弹发射。会战，会战，会战，会战。生命迹象已终止。屌虐！大屠杀，已取得核弹。嗯，先推好了，这边只剩一只。你们见识恐惧之王的真面目。要跑啦，救我队友，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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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热浪伤害多少啊？热浪670，然后英雄伤害 double， 立即杀的小兵，所以打到伤害是1300。可是这要大绝的三倍伤也差不多1300。什么时候玩斗阵哦？明天吧，今天应该是没时间玩。我只想看见这个世界。哎呦！我瞄我的位置。哎 ，BOSS 助攻。嗯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Q 一，摔一下就死了。位置太烂。没有啊，刚只是赏叫就叫啊，因为你可以把对方被摧毁的核心变成启动你的被动了，然后 Q 的话会晕 ，W 是范围技，应该是 GG 了。局局胜利，MVP 六杀十四十啊，不对，六杀十四助攻。哦，偷偷投自己。
托托魔晚安。哎，我的那个加成还有，我看了，现在十二月了，加成居然还有，居然还有十二天的，还差五场，还差五场。来个弹脚，可是上次已经有了弹脚了，然后闪光也有了。辅助呢？辅助来一只，辅助来个谁？不可能是石碑，来个安娜。哎呀，安娜不错，安娜不错。来个安娜，露西欧的话应该没什么战斗能力、啊。露西欧范围护盾，那感觉很废。角色池都还是金色的吗？没有欸，只有 后面出的都没有了。这一排几只啊？四五六七八，四十七只。后面都没在玩了。像亚拉瑞克，我只玩了两场，剩下都是玩那个吧，玩快，玩制定模式。不过瓦里安我练蛮久了。有改什么？满灵魂8300，二十的满灵魂8300，被动是20到40变100颗。好，很玄猛。哎、欸、，Diva 出了必买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天天注定到落脚。今夜了，三月的狮子居然要出真人版的，主角还蛮像的、欸。如果等一下玩到永恒战场那种类型的地图，我就换大招了。你说死神因为有维拉的大局关系吗？所以或者他的大局可以选择像闪光一样，就是新增一些特殊效果，像加跑速或者是减 CD。然后传送门的概念的话，那个谁，那个叫什么？我麦迪文他已经有了，所以新梅塔应该是不可能出。当然最好是把所有的斗阵角都移植过去，这样很爽。或者他先凑齐那个暗黑山的那个天使。太少反派了，再来个什么马瑟尔，我还记得去年出两只新角、欸、一只是格雷麦恩，然后另外一只是那个林金，那林金就是一只当时就是一个很废的角色，后来血量提升了，稍微还可以还能看。好吧，再玩个炉石，真的排好久、哦。你好啊，刚结束。我看有没有办法，我甩到一个法师啊。
那我就要换任务嘛。星星的识别度，一招护盾跳跃，跳跃，然后电浆枪。感觉这个模式是要骗你，骗你玩新，骗你买新卡的。我靠！加基森真的太棒了，我想要。不是，不是，你们一定要这样对话吗？等下二费略薄，三费之花，五费就丢密探。很久很久以前，端午节快乐！啊，排到了，再见。说啊，我觉得英普瑞斯至少当初在玩那个暗黑三的时候，感觉他很丢，很有魄力。怎么又是韩服？哦，出到永恒战场了，我可以考虑点另外一个大招。看他们阵容的话，瓦里安应该会点坦天赋，可是也不会太坦。一样主 W， 主 W 大绝在看要点啥。使用英雄之后可以持续 2.25 秒，然后会变一次方向。我觉得他的施法方式很像蓝宝。开战倒数，还有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战斗开始。纳罗斯，快跑快跑快跑！会痛会痛会痛，队友也觉得痛。对吧？我们补师需要长时间累积。来来我来我来，血柱柱。可我比较喜欢，我想要在多线多人线的入围，因为这样我的 W 才有效。你看我现在已经累到9。耶！送了。把他肉饼，坏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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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瓦里安不错哦，支援呢，啊，你知道在剧情里面你是被我吊打的吗？他应该已经喝过水，哦，血回来。差距。我们的决战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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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队友，来速！好，喝口喝口水，喝口水，水好像不够，回家，回家完之后去这边。
我要连上四人，我应该被吊打。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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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黑牛黑牛被卡住。别跑别跑！哎呀，差一滴啊！那没事，爆炎波会缓速。会缓速，这场比较有效率。好，我们拼速度的话，一定比得过他们。十等考虑点热浪。震震啥啦？现在要比速度了。你看，瓦里亚还过来闹我们，绝对比我不可能比我快。嗯，比我们快，快400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面三输出啊、哦，永远不是泰山。你查啦，这个没怎么写。他们应该搞分推，我要去下路支援。外塔送他们没关系。我要进攻地狱之门了。这个毛毛啊！哎，我这个36了。上路有危险，我来。下路的话有那个野怪，然后有人去了，哎呦，这走位！快就会让我的敌人粉身碎骨，而你。会帮助我。烈焰地狱者将统治一切。让他推没关系，我们要拼速度，或者我们要直接开干了。去死去死！好，这波100%。如果等下上到10等，我就点热浪了。他们死定了。乱按，真是乱按嘞、欸！等下是出在下路，所以我要去上路吃兵，吃完一波再走。
好，准备上二十了，准备上十等了。可以破一座塔，因为没有人闹。那样呢？不行不行，这个会战会输。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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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拿格纳罗斯之戟。啊！有遭到伤害，但是打不赢。这个血量，剑人风暴死去，人又来了。哎呀，没有想到这边会战打输，我以为会百分之百拿到，我都没上十等啊，怕什么？拉克胜率很高，我当初在比较看完的时候，就觉得他角色技能组做得不错。点热浪哎、欸！不要！哎呦，被点嘲讽，直接没输出了。哦哦，第二波要被抢走。还有三个在防守啊！哎、欸，维拉没血，维拉不敢上去弄他们。末日之火，胜利属于正义的一方。呜、哦！哇！打不赢的。地狱妖魔不会在我面前倒下。什么？我们的堡垒竟然被毁了！滚出我的国度！现在不用，更待何时？嗯，哇，超烫！五十，五十，快来哦！密探来了，让开！哎呀，大剑圣又死了。增加 Q 的治疗量，这个也不错。哎，差一点点。敌人摧毁了一座堡垒。用药水。
哦呦，剑圣风暴，不要碰就好。哎，你干嘛碰？感觉他们死比较多。真的不要惹我们哦！这位置有点危险。真的不要惹我们哦！啊！团结就能胜利。啊！我不惹你们，不惹你们。会痛哎、欸！去喝个水，喝个水。嗯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我这大学可以。去死！啊，他的片甲不留，我很满意。去死！打得好，双杀。那没被打过哎、欸，啊，我也没被打过哦，再见再见再见。他点热浪啦，所以他在这个区域里面都没什么屁用。先回家，给他推上路。因为我一会加跑速，会减对方，也会减对方的。哦，下路下路下路。哈哈哈！被烧死了！哎呦！那么凶，那么凶！那好，哎呀！是啊，有人开局就被烧死了。萨罗姆。大剑圣又在垒，哎呦，一打二，抓进来，老家很猛是不是？英雄，准备迎接我回来，我会再次解决那个天使。这世界就因我的复仇而燃烧。我现在还有机会，等差没有很大。不要救我！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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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这个有招架的，没有招架了。嘲讽是不是？照打你！
OK， 好，你出来。小朋友，这场已经输了哦。他解除形态了，抓他！跑那么快！我会让你们这群天使尝到恐惧的滋味。嗯，这位置好，这位置好。我要存点魔。哎呦！啊，靠腰。怎么又这样啦？对，又这样啦。又送了一坨，对小兵是直接烧死啊！啊，不错，萨罗姆，偶尔 carry 一次，谢谢萨罗姆，我们还有救。萨罗姆绕跑，被萨罗姆 carry 了，因为他单机。刚我不知道被什么晕我看到有三个，考虑要点什么？滚出我的国度！我要点隐没了。你消灭不了我的，我会回来把至高天化。呀，少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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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拿一拿野怪，二十打二十，没道理会输。这大超雷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痛！他怎么两波？开屁！我被沉，我被晕眩的沉默，我没有开到禁制。啊，他有两波啊！欸、超贱！完了，这两只，干两波，我的萤幕看不到哎、欸。但是我觉得他们还守得住。敌人在攻击我方核心。耶，那边送头，跟我一样。我主 W， 然后还有负点一，因为纯 W 太弱了。一有一个天赋可以强化缓速，效果不错，可以放队友。放队友的话，自己就不用很危险。我们的核心遭到攻击，没关系，还有救，还有救。等一下可以无视那只暴虐，无视那只那个天使直接冲。要去守，要去守。我是变化无常的爱影。四打四喽，最后的会战。不留
队友，救我！我好危险啊！哎呦，哎呦！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泰克斯。泰克斯这个大招很关键，非常的关键，直接冲，直接冲了！不要怂，不要怂！会破到爆炸。等下是推下路吧，至少不会被一波带走。hold 住 ，hold 住 ，hold 住！我们复活，我们复活了，四千多的血。啊！哎呦呦，水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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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要守，还是要守，还是要守，要守，要守，要守！哇、哦，这闪现，这闪现精锐！哦呦，他们剩两只，他们剩两只，照守，照守，就能胜利。真的没揍过是不是啊？来，剩一只维拉，屌虐！来手，来手，有种就来啊！然后下面来是不是？哇，黑牛凯瑞！啊，忘了帮他翻译了，不然应该可以早点杀。团结就能胜利。天堂的荣耀，可能会被一波。对面很聪明，只要没看到人，你们就要小心被一波。我方摧毁一座堡垒。还好哎，只有三只而已。还有两波，还有两波，还有两波。哎呦，这个闪，好丢啊！还有一波，还有一波。够了，我得恢复我的力量。靠！先被抢到先机了。哎呀，我送头啦，剩一个辅助啦，剩一个辅助啦。没有人能抵抗我。哎呦，被那个火焰弄到了。刚我退掉，应该还有救。哦，菠萝，二塔三。
二打三，那我们就要拼一波。看他一开始抢到这个堡垒就很伤，我们被拉打，我想去追他。哎、欸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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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在拖，两个叔叔跑回来了。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这场还有救，因为他们刚刚是残血去打那个打天使。未来，未来，未来。哦，这卡的不错哦，我就被秒打掉。阴道，但是没什么用。快跑了！快跑！拖一波，然后他们在打的时候还有一个交换时间，接着是四打五，他们状态也不会太好。一定要弄。如果是下路的话还好，我们还有一个核心，核心快爆了，要赶快打，要赶快打哦！靠！后面还有人，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队友，救我！救我！去死！哦，要先走，要先走！这不是开玩笑了，满等嘞！不要打我核心，用力，队友用力哟、哦！用力，队友！哦，不行！哎、欸，放技能，放技能，放技能，好，放技能，好。哎，想拆？在想去拆？拆阿嬷？靠、啊！难怪我会死。哦，被嘲讽。七八七八七八。啊！狙！地狱的战败只是一时的。MVP。没关系，我是来解任务的，来解任务的。GQ， 好，差四场。天赋哦，QQ。第一层点滚动陨石，它可以移动第二次，然后点慢性啄食，然后七等的话，我在考虑这一招换掉啊，因为实在 W 连放两次没什么用，还不如强化 Q 会好一点。点这个，然后十等，你们看到刚刚那个热浪，他在防守方的时候超猛的，直接把一坨冰给吃掉。人家后面点两次，再考虑也可以点这招哎、
因为你只要不是，所以之后打会战，你就要强行把会战拉到线上去打，就是你要迫使对方过来，对方都躲不开。然后13等我点补血的 QQ 强化， 16等点爆炸，啊20等我也考虑学他那样子，点那个会热浪。可以变对面的堡垒，对，要把对面堡垒拆掉，爆掉之后就可以用。让火焰净化一切。让火焰净化一切。这样子，等下会排到一个辅助。还是安安你好，再玩一下雷家，再 carry 一下。刚野一波是那个谁，前排先掉，然后往回拉，然后追到太深的时候，拉个拿鲁斯就是直接开那个天生技，它是一个大范围 Q 会晕眩，超痛。还是有辅助啊，有没有？买小小拉格，你说他的造型吗？大师也不错，这个已经不是，变得很诡异。他的模组直接变小只哎，天哪！大师的差别在哪边？脚变比较丰满，脚也变高了。耶、yeah, ，有辅助了。揭开网路上最大的骗局。
他没有阿巴瑟，然后炎魔看到那边，哎，好贱哦！哎，对呀、啊，像阿巴瑟会很哭啊，阿巴瑟会很哭啊。哪个之前有特价？我记得上一次十一号星期五是全部东西都半价。哎呦，干，这谁会买？操！我靠，这什么？这谁会买啊？超恶心哎、欸！超恶！哎呦，我是想要翻一翻的。超级恶心！那其他的蛮正常的。偷偷推一下，好用好用。然后那个输入那个优惠码会直接九折，大概就折个1000多块，然后变12000、12000、13000。我做了蛮久哎、欸，我今天。从去年哎、欸、不，今年2月做到现在，做10个月，竟然还是硬变狗。嗯，今天好烦哦，今天下雨。用了会上战士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
嗯，我有新过狮子牙坦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有一段时间没有玩了。好吧，反正刚刚都打韩服，等我一下，我改。是哦，反正等下刚都打韩服，重登。现在是 O W 的赛事空档期嘛，可是周末还是有猎谷帮的比赛啊。烧尽一切，有了。让火焰净化一切。嗯，哦，哦。哦，之前都要重登。有算空窗期啊？因为现在等那个暴雪自己办的联赛，然后现在没有确认情报，而且还要海选什么的，所以从那个11月底的时候，那个赛季结束，我就先休息一下。然后先玩一下 P4 游戏，我玩了看门狗，然后 FF15 又玩了人龙，破一破差不多。然后最近账号跑到大师了，你可以看我 YouTube 啊，那个龙哥直接从2800屌爬700分。牙坦有改什么吗？看一下，技能组都没改嘛，一样也是这些。那可能就改体质，超载降低 CD， 护盾 CD。哎，之前没有一气呵成哎，怎么有一气呵成？多了这个东西是不是？我记得之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不会煮点 Q， 我会点这个。现在不是沉思。啊！我要打开炉石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技能有改，嗯，好吧，我今天只玩拉格纳罗斯，好可惜啊！人太少了，没有办法排到。虽然斗阵有这个问题，不过仅限中师场。我没有组法师牌，我玩个打脸战好了，休闲。黎敏也有改，黎敏听说被 nerf 了，我有看那个 PTT。不要 R7就给他输啊，反正炉石也是打好玩的。Q， 按住 E 可以换位，哎呦，这蛮猛的。好，我们把前三张换掉，留一个海盗，别再抽到海盗了，拜托。这个海盗可以啊。你给给恰拉嘎，干海盗啦！海盗啦！不要啊！没关系，我打很快，打点赞呢、欸。海盗战，脑恶心。放下你的偏见，好吗？放下你的偏见，不要误入海盗战。这是一个很有技术的牌，可以省到你不少电量。电晕圣坛呢？音霸美服会不会排比较快啊？差不多吧。
下哦，我想一下，谁谁呢？冲冲冲！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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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截一只怪。哎呦，感谢他把他先开掉了。我等下单下。还有十秒。用力用力！好，示范一下要怎么一次玩两个牌。嗯，他出了一个冲锋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冲锋。好，把我撞掉了，很好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来，冲锋，冲锋，冲锋，撞撞撞！挂机哦啊！不好放在眼里耶啊，是不是太难打、啊？嘿，哎呦，诺瓦，诺瓦，靠，有诺瓦。差不多啦，气数已尽啦，啊！为了大球场，反怪是我的荣耀。嗯，好小只哦。有英雄离开战场。为了大球场，为了大球场。稍微卡顿一下，再见，淘汰。一心二用。哦。哎呦，麻法虎爱你！红捞先神又快递，黎明靠你啦，屌叔叔！二五了，二五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卖肉卖肉。鸡头大佬，你是 AI 啊？你是 AI 啊？哦哦哦！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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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漂亮。又是 D， no D no D no D， 居然拿到了，轰炮了就还好。我们先偷转一下，我们会推个兵线好了。来来，我来我来，上位推。胸大先生都那么讲，快乐又开心，平均平均。我们的暴虐魔被击败。你现在该偷破上路，
这招有点第一个，想把我拉进去。啊，换中路，换中路，有人去中路了。敌方远距离可以打祭坛，最远距离啊！你说开场的时候吗？可是这样做啊，是有点浪费。哦，开场的时候先丢吧，反正没事做。慢的大平台，大大平台。去弄。啊，他们队伍的输出没有很高。哦。OK， 再补一下，再补。你就不要跑啊！热浪来袭，你玩水，水玩你。有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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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，没关系，暴虐魔出来了，江西娜咬他。那声音超大的，死吧虫子！差五下，哎，让我叠是不是？砰！终于有一场在 carry 了。讲话好有气哦！
哎呦！救人！救人！救人！音浪太强，不晃会被撞到地上。干，这样没烧死。算了，有两波兵。啊！可恶，小兵没出来。还是要在对面逃跑的时候用会比较有用。糟糕糟糕，第三波要爆了。CD 有点长哎，100秒，1分40。这世界将因我的复仇而燃烧。我刚以为那是我的大招。靠，勾队友也点出来了。哦，要被吞下去了。这里被秒杀，哦，我的位置烂。救我！救我！哦，这神奶。糟糕糟糕！干！屁啦！屁啦！这个判定怎么回事？暴虐魔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！靠腰啊！哎呀，我还想要变身呢。唱得好，唱得好。我也才进去12天而已哦。这个没伤害。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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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牛，黎明，
可恶！我这次杀死。什么？队友，队友，队友，我还以为拆得掉哎。是哦，我想先拆掉这个，然后变身，然后偷偷把那只干掉，来不及了。在那边变身已经早死，在那边饿死了。他们粉碎了我们的堡垒，给我认真点。击败呀！他的 D 可以把对面的堡垒变成一个很大只的炎魔，热浪哦！没有，我要用的时候对面就走了。他们越靠近我们这边，我们就越强。来了来了来了，马法怎么在上路？啊，偷推偷推。这世界就因我的复仇而燃烧。来，就要不要给我抓到啊？就不要被我抓到。就是这一波啦。去死吧，泰坦打！去死啊！还闪现，闪你阿嬤！他个片甲不留，摇滚魔力无法打。有了，有了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！我靠，什么叫不可陷阱？他有天赋可以完全隐形啊！强制逆中，我的天！还有这东西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可以用两次啊。对我小心，对我小心！
们的血量，非常的危险，这样太危险啊！他真的一个啊，我们主力被打死了。来补起来，补起来，补起来！强制逆中！我们的主输出被秒了。大绝快雷到两次了，俩先放一次，李米要死了，没关系，我刚也是这样。哇，杀不到，差一点点。火焰来了！火焰来了！敌人在攻击我方核心。强行逆中是不是？终于死了，终于死了！我下过撤退，现在轮到敌人尝尝苦头了。我们要赶快推塔，赶逼会战。大卸八块！
回去，跑回去，跑回去。还好哎、欸。我要用大绝琴，大绝琴吧。哦哦，要死了！哎，哦哦哦，好痛哦，超痛的！滚出我的国度，虫子们！至少他应该很好，很好清。慢慢打，慢慢打，弄完慢慢打，慢慢打。烂的尿腻。热浪好痛哦！是因为他那个闪现距离没有那么远啊，所以那个他直接被烧死。苦痛使者，街头拳王。烫哦，差点就输了。跪他们不一起拆。所以开场可以用 D， 然后先烧一波，对不对？OK， 我们可能排不到辅助。哇，要加好友才可以。有了吗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还差三场，还三场。我还没玩过新的矿坑，听说是那个下面的矿坑位置都改了，然后变成是比较公平，是不是对称啊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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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太苛责了，我也很久没玩了。我一波想call你们过来，然后结果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会来哦、喔。”然后我就死了。继续打我的炉石，感觉要排到需要一段时间，太久了，太久了。大城市很热闹吧？排队玩狗牌，哎、欸，太神了。当初李米真的最扯、欸，二月初的时候各种狂杀，然后大绝每一项都很 OP，
重点是他重置啊，重置伤害又痛，然后又不太缺魔。还有哪一只很扯？阿努巴拉克前年出的时候超强，但你们那时候都没玩啊？不是，那光是有序号就很难了。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小鹿是出场胜率 38%， 很废，少数比较偏烂的一只角色。还有扎利亚，扎利亚第二次改版也很强，会砍哦，兄弟，来呀！狗牌，狗牌，狗牌！耶耶耶！没血了。除非他能把我场面解干净，不然我要再加一加一的。哎，对，索尔，索尔一月贝塔时期出的，也超 OP。你猜的没错。炉石画面可以再大一点啊，好哦。排队中，这样子好了。什么？你居然有这一只？不是。你不是打脸吗？被骗了，先丢先丢，还以为他打脸战，骗我。哎呀，这个骗人欸，伊利丹有段时期是装备流的时候最强，就超无脑，可他。好像在那个去年吧，前年的黄金联赛里面也是各种猛，去年，等一下你怎么会有这个啦？哎呀，完了，防战要小心了，这个我要打绝杀，谁在那？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防战，防战！哦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过不去了，过不去了！让我过去啊！让我过去啊！血的，血的，血的，血的！过不去了，过不去了！阿巴瑟没有动吧？应该动了之后他的伤害。靠！跟我对话！啊！可以多打暴雪吗？不行欸！我现在要重回斗阵的手感。当兵完之后吧，因为我可能还有机会比赛。所以不能荒废，一荒废就完了，一荒废就会跟我打世界赛一样，不太行。昨天前天玩莱茵手感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啊，至少大市场不会被虐。英霸开140赫兹有没有感觉哦？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。我看我的设置，我的 FPS 有没有很高？好像没有没有感觉 ，FPS 才有感觉，我自己觉得。我无人能敌。这场没有辅助，好，我要强化补血，这是提高 Q 的伤害。那我们来点 W 啊。还有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战斗开始。
心石。我不想去下路，我想要找个人多的地方存我的 W。丹哥，丹哥，你干嘛？享受屠杀的双杀。呵呵，丹哥，别太冲啊！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。炎魔的天赋怎么配啊？主一或主 W。一会带缓速了，所以我觉得强化一有它好的地方。小兵，小兵，可恶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想玩啊，我不回家。这场没有辅助，我只能用 Q 补血，这样可能会强化 Q 的补血量。那你造型那么丑。露馅，露馅。我回家，我回家好了。王先生不太妙啊，有两个人。很好，我的魔力在神殿里流动。守护。我要去上路偷采。让这些凡人接近。中路能采到多少就多少，然后我去上路采，然后中间再放掉，我们就是等于说我们赚那些。我也踩到，我也踩到了。至少我把它站完了，整体来说是绝对赚。神殿的魔法耗尽了，赚赚赚赚！你们去争夺别的玩意儿吧。几乎所有旧英雄都有小改吧，像连那个雅坦都改了。雅坦是去年10月出的。这招是他。不知不觉也过了一年了。啊，把上路塔拿掉，中路三只，所以来找我的几率比较低。哦，把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靠边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小心小心。占领这个佣兵营地。雅坦是十月底出的，认识。人都要靠上路，可是我们今天只领先，顶多一只两只。可是 ETC 还在，有三只，那就 ETC 不怕。OK， 好，我们可以强压上路了。这个幽冥两只哦，在神殿里越来越明亮。上路放掉，然后我们推一波兵之后下去帮忙。在我的荣光之下。我操，有丹哥，还好，他伤害没有很高。丹哥属性追击型的，所以他没有爆发。他有持续输出啊，但也不用太害怕。好，等下上路会爆炸之后，我们等级就领先，因为我们已经领先一等，所以接着是到下路打那个会战。走走走。这个英雄一定得死。被占一半，还好。上路他必须会支援，现在他们人数是5-3，绝对输。我们要赶快抢。
如果打完我们领先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吃个 boss。现在一定要包他们，他们全杀光。哇，还差一点点！真是太狠了！嗯，一换一。神殿的魔力神明啊，你就等。但我们今天早上有点落后，突然就落后了。哎呦，神吸，吸得好，吸得好。奶酥，哦哟。这一场我们点那个热浪好了，热浪真的有他的强力上。哎，转线是拿到那个经验值的手段，然后但重点还是打会战，重点还是。5v5的会战的走位跑位，可以把上路拆掉。哦，火焰，冰霜。丹哥死去，丹哥你又死啦，不小心杀了一个人，好，队友也不小心死了。哎呦，这一滴怎样啊，我都忘记我们没辅助了，我要去喝口水，我记得他会自补，对，喝点水。你要去找治疗活泉了，对吗？好，死战者要点那个补血量增加。希望你对面的很需要你做的护卫。留给他。惨！下路四打是不见得会输。光芒从神殿里消退。再见，爽啊！哎呦，会玩。贤弟兄弟，他们死定了！亚代下一个50秒，我又有那个震波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打塔回血，小心！哦，救我！唱的不错哦，对哦，那我觉得我要闪了。
然后放个技能。还不错。我先回家，内心与你们同在。很好。音浪太强，不晃。希望他是白。这个火焰对面也看得到了，所以他们被打中就是他们的问题。熊大师，你确定不退吗？熊大师，熊大师，你觉得，你觉得你不会被烧死是不是？好吧，他很聪明。再等个二十秒，过去的时候要二十秒，太久了。变身要时间，段时间。凡人接近神殿。哎，变身时期间的话，不能被晕。我有一场就是被狂晕，然后就死掉。队友等我，我靠，居然有人点这招哎！明治光秀，死了！你还真是无所畏惧。我要先上二十，我要点那个两波的。解忍者 skin 吗？有一部分是，我还差三场。没关系，上路打会战，下路我拆塔。快逃啊！瓦里恩的来啦！没事的。哎呦，有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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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出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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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我一打拳，有没有看我一打拳？来，你们要来是不是？来下路跟我打、啊，来啦，大广啊，来啊，哎呀，没烧到啊，队友可以靠近我一点吗？拜托啦，你害我死了。来看队友，为什么你要在这边打会战？飞七，海洋的光哦，在神殿里越来越美。不在这边打会战的。哎呦，感谢 LESLIE， 感谢一个月订阅。来，我密你一下，可以拿我们的干爹群，用手机点赖群。我难过。山林之坑底，我的魔力在神殿里流动，守护者。没关系，我会射两次。黎明这版本又被改录了吧？所以不确定好不好用。我从火源之界重生了。
他们差不多要退了。好，这個、时候开大。克罗米拜，克罗米拜拜，克罗米，咻！泥丸水，水丸泥。还有一次啊，克罗米。呵呵。我是力量的化身。连续两只都是魔兽了，瓦里安、拉格纳罗斯，下一只来个星海的怎么样 ？MVP， 只是大家不玩辅助呢。这个活动到1月7号哦，但最好赶快解一解。哎，游戏类奖励，哦，我有了，我有。大蛇号悬浮重击，还好。我还是比较讨厌这个每日任务，都不能换，卡了超久了。大剑师，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出的都是魔兽的，一二三，不过丹麦迪文克罗米，一二三四五六。然后顶多来一个暗黑星海斗阵的，也不错啦，至少 WWW 新游戏《魔兽英雄传》，差不多差不多，我大概再玩个两盘，我就要出门了。魔兽历史最悠久啊，也最经典。你看那个星海，还到底还有什么角色可以出？星海凯利根出了，哦，还有那个斯夫克斯哦，就是虫族之心里面有一个虫族将领，那只就可以出。扎利亚，哎，扎加拉也出了，扎加拉出了，德哈卡也出了，凯利根出了。那主宰呢？主宰感觉不错，主宰也比较偏向机制，因为他你不能把它弱化成一个英雄，太困难了。斯杜科夫，对对对对，斯杜科夫。哦，对，还有菲尼克斯一代的那个哦，菲尼克斯有另外一台，就是虚空之翼那只。有继承他的意志的那一台，也对，虚空之翼的都差不多出完了，就剩那个，就剩那几只。可我觉得他要出英雄，不要出，不要出像那种兵种的，兵种的就没什么好看的。指挥官，很高兴见到你。这一车大乱都是啥？等下看一下。哎，对，最近星海有更新，指挥官模式多一个新角。那个连结哦，这边这边。那、哦、我们再重用一个那个新连结、哦，怕那个连结坏掉了。邀请好友，
像不太，是换连结啦，不太会用欸。好吧，算了算了。兵种哦，还有什么？死神，死神。哦，新诺比亚，好久不见，你来了。而且我们收的是韩服，哎，韩服人也变少了，或者是多了这些什么模式啊？大乱斗，有阿萨布鲁的。哈，自己找个位置坐吧。哦，打个炉石。可恶，刚被防战搞到了。没事，不要抗癌啊！真的不要抗癌啊！不要抗我就好啦，乖乖种菜吧，你们去种菜啊，拜托啦。差不多五到六分钟一场吧，差不多。为了末日锤，胜利或死亡。我以前超靠北的，我以前玩一个，我以前玩一个模式，就是玩一个速推阵，我们五分钟可以玩一场，然后我们就搞到不少人，我就是英霸没落的元凶，因为一直虐菜。谁在那？等一下，反锤，然后再录把小斧头的稳。记得哦，去年五月的时候。抓到了。哇！被换光光欸。那这样我先架武器没屁用，我要先。要跟他打慢的，好，有了。哎呀，我觉得应该下这个字了，看他要不要撞我。欢迎大家来破解，对啊。哎呦，记得好清楚。这样超低人，我觉得。年少轻狂不懂事，长大了。我还记得我的队友 MVP 夜桃屋水月白，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谁。我也年轻过啊，我也是那么的年轻。干翠玉闪电。自己来撞我啊？怎样？亮翼阿巴瑟，没有阿巴瑟。到中后期就变成了那个维京人，然后女王，我有点忘了。完了，好大只，打不死啊！都是哦。怎么办？好大只啊，打不死啊！我防一下漩涡，大漩涡传送门。他刚开什么金卡？好羡慕啊！靠腰，糟糕！Hold 住啊！没撞，没有撞，嗯，可以笑了。
完了，啊，下怪没中，我在干嘛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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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伤害追不过了，糟糕，这样太危险。真的好危险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手牌很多是不是？啊，龙炎爆发！神抽！嗯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！快追，快快追，快追！用力追！我的炸鸡也没了，然后那个四宫又少一张，我还有什么？奥金斧，奥金斧可以。来，再见。扫视低，他有这个我也过不去。我们排了318，好啦，安全起见，我们玩点正常的，种个菜。好喜欢种菜哦，真的啦。啊，这骑手不错。靠，按错，没事，一般的，没事，没事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要走了。哎呦，好久没玩这张图了。七魔王是不是合体了？变成，算是合体了。先是附在迪亚布罗身上，然后后来灵魂石被偷走了，又装在马瑟尔身上。所以，但是这一版本的迪亚布罗它是一代的，二代的，二代的，一代的，一代的，一代的。逼自己放生暗黑，好像就只有那个重置地图加新职业，没有什么吸引力啊，真的。啊，来了来了！我发现我的衣服穿反，难怪前端这么紧。嗨，杜肯，晚安，杜肯，晚安，杜肯，我要进去了，12天，我好害怕，我害怕，害怕被全能吃鸡的人欺负，洗澡被压在门口，哇，被班长打，说你这个废物，在干什么东西，害我走音，啊，我生怕一进去12天，就变了一个人。就变了一个人，你们都不认识我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出现在念宝台？啊，我还是我啊！你们还记得我吗？
不是要进去了。记住不要脸。现在都用沐浴乳啊，什么时代了？我也要 kill you 卡子嘛，这瓦里亚的风暴，看一下这条啊，哇靠，兄弟啊，是怎么啦？我接取我的油表，波接是不是啊？波接哦。肉肉肉安安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终于排到了，而且他还断剑。你们这群憋脚水草，快做好准备！韩国网络很棒啊！开战斗了！我同意你的话。对，区公所有送沐浴乳。他还送了我们那个白色透明袋，潮潮的。开始倒数，十秒。我不要再去下路了，不要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哦哦，瓦里恩，死 AI！ 瓦里恩过来，瓦里恩过来，给我过来。龙火之星一开始会进入 CD 耶，李安过来，李安好乖好乖，李安让我看看你的脸，真的，李安来，李安就是这样子，李安没有错。再见，有没有 AI 训练大师？直接丢打！财宝就在码头上，快，全部拿过来！李安，不要抢硬币哦！干，抢屁抢！算了，都给你了。哎，还不捡干净哦！哦，受不了！哎呦，深海之王！李安，救我！好，李安会送头，我们叫他赶快过来，快快快，李安快缴快缴，李安上马，李安快快快快快，李安缴啊，缴啊，低能啊，缴啊，哦哦，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，回来了回来了，不好，我把黑了你，真抱歉，黑了你抱歉。啊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不是 AI 不缴那边捡硬币，快气死了！快被气死！哎、欸，他们漏经验喽，漏经验喽！海边偷吃，快！好一下，好一下。消灭所有阻碍我们的人。后敲的一定有优势。才到了哈，然后中上三只，那就不会有人来喝水了哈。小小的危险，
人都不见了哦，自己小心，自己小心。喝口水，因为他也没水了。中路那么多人，开 party。我靠，血又回满。他这样漏了三只兵，我很赚。起等了，就点第一个。哦哦，完了，队友爆炸，打中四颗头哎、欸。要命中两个敌方英雄才会有减 CD， 那还蛮废的。敌人送来一份大礼，哈哈哈！快开炮啊！你们这种混账！两百年了吗？没有啦，我也才一个月没开而已。是你们都没看。虽然之前的算工伤了，看来你们有座堡垒被摧毁了。好了，听话，他们要我们帮忙，就得再拿出火币来。啊！哇！他点什么啊？我不是等级领先吗？哦，他们十等了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难怪，糟糕，被烧了。哎，烧佣兵是秒杀吗？来看一下，咻，佣兵烧不死，我问号。可是斗阵比较适合我啊，这个蛮惨的，上路直接爆炸。哎呀，进 CD 炮兵，再跑再跑再跑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好、哦，开始送了。炎魔是不是不行了？问爆挂，哎呦，是队友先爆的吼，队友狂爆啊！再不开炮，队友上路四打四，连喷六颗头，能怪我吗？掉两等，不能怪我。我们要疯了。队友，那家伙爬不起来了。可以，奶尼，还有救啊，还有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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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牺牲值得了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炎魔，雷声大雨点小，没有这回事，没有。驾驶员的问题。好恐怖哦！哎、欸，
这边有人。没有，八块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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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干嘛啦？你北七哦。你波接啊，兄弟！不来包，不来包这个。其他地方需要我。瞧你妹啊！去了我就死了。没有，你看到这边有人，你怎么会想要交钱？你看到这边有人呢、欸？如果刚去交钱，我一定逃不掉。好，上路四只回交了。好，至少拿进等级的很差。来来来，走走走，他们都没有人，都没有人。让这地方热闹些嘛！来变身，他会变身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打，再打。小心，他们人会来，他们人会来，要小心，烧死你！连杀！好，我们拉近等级了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我想他们快吃不消了。可惜他刚刚把钱全部缴掉，然后我要等滴滴，现在还没有六块。快来快来快来！坦克先冲！糟糕，被缴完了。再见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点复活！雷声大雨点小，没有这回事，没有。我们投入慈善机啊！必须撤退。我们有八块钱，缺一点。啊，十六等了。对面弹蛮多的，哇！而且我主点 Q 看看好了，试试看。有点痛。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会痛啊！去上路偷回个血，哎，死了。对方十三块还交不了，不用钱。哦，直接复活。惨惨惨！至少没有喷钱呐，没有喷钱的。
救人哦！热浪来袭，快逃！啊！你的伤势越来越严重了，快去治疗活泉。还是抽到十二块。我没有时间剖嘞，我因为我下礼拜一就要离开了。敌人摧毁一座要塞，要塞爆了！他们正在攻击你们的核心呢。要去吗？觉得去了来不及了。会上二十。我宁愿先吸。你的敌人送了一份大礼，哈哈哈哈。哎，他一个人去哎，你被骗了。我切斩超痛的。瓦里恩，星爆气流斩！瓦里恩，星爆！哦，瓦里恩，瓦里恩！呼！瓦里恩，太星爆了，太星爆了！前面剩一个阿布罗，还算是海盗吗？快了，快了！看来我们达成协议了，让你们的敌人享受炮弹浴。小心，你将失去一座要塞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急。跟那座堡垒吻别吧。其他地方需要。好，十四块，决战。可是，我觉得我们要先拆塔，因为在那边打，没有我你们打不赢。被致盲，被致盲！快逃，快逃！在乱打。哎呀，你们敢破塔是不是？试试看啊！过来啊！试试看啊！哎呀，来不及了！你的连杀没了！呀，糟糕，队友死太快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拉到塔边打，不是在这个区域打。因为这样，如果在这边打的话，我大绝没什么用。虽然他们也是一样状况。噔噔噔噔！啊！幸运女神没站在你那边，失败。MVP 交了90%的金币，帮 QQ。对啊，那个我们应该是去开 BOSS， 然后他们守 BOSS 的时候，我们再去。好，要闪了，要闪了，要出门了，谢谢。
拜拜拜拜，出门喽。差不多，今天战绩也还行啦，还行啦，有赢三场了。偷偷找这个彩蛋好了，彩蛋在哪里？彩蛋在哪边呢？好吧，这次的不好找，算了，看他。拜拜拜拜，出门了，有点晚了。拜拜拜拜拜拜！好，明天应该还会开斗阵啊，晚上的时候。礼拜六去台中，礼拜天晚上可能会开，看时间。晚安，拜拜拜拜。